白頭髮，白頭髮就因為都比較困難啲嘅，因為個個都會有。咁白頭髮咧，我哋衣櫃入邊咧 ，LB 產品咧有育髮精華嘅。咁我哋每日只需要搽一次，咁喺一個療程入邊係3個月，咁就3次到啦，咁就可以減低好多噶啦。咁每3個月療程之後咧，佢就可以每2日做一次，咁平均咧可以喺3個月療程之後咧減低30%嘅白髮。